们只要单手这样就可以操作了。你另外一手可以做其他事情。先给你们看它的战机好了，还有这种 SSR 的，然后还有这种 SR 的，那还有 R， 还有这种 N。它这个呢，就是没有最强的，只有看有没有适合你的，看你要怎么搭配，因为它这个装备都是可以另外再装的。我想要那种大范围一点的。装备五件征服者套装部件，即可在战斗中变身为征服者机甲。哇，好帅哦！我一定要开这台，先把黄色的都装上去吧，这个也是，然后再来换一个征服者。这样应该可以变身了吧？我先把主炮强化到最强。哎呦，这个细细长长的感觉超痛的，你们看到吗？那个紫色的，那个超难发现的。我先变身哦，你看我变身了耶，我有那个套装，我就可以变身了，帅啊！飞到最前线给炮弹轰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其他玩法。泰坦挑战赛，哎呦，这什么啊？哎呦，超帅的！哇，我操，根本躲不掉，根本躲不掉。反正呢，你们可以来活动这边，它有很多不一样的玩法。然后它这种一整套的话，它就可以变身，还挺好玩的，赞赞赞赞。